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是不是真的没得改变呢？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我们原来有恩了。就上一兩集呢，我們都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了我們一些個案。我覺得我的粉絲也好，觀眾呢，個個都很喜歡聽我們分享個案的、我們今天呢又想、分享一個關於醫病濟殺都是濟殺的個案、其實純粹是一個病來的本身、就是有一天就有一個退休的公務員的太太呢就打電話給法玲了、就說她先生呢就是一個退休的公務員、就是以前是屬於紀律部隊這樣的、她就身體很強壯很健康的，但是突然間呢就、有一些事入了醫院，是無端端呢是胸腔出血、胸腔出血，還有呢不停地有肺炎啦，又有肺水啦，所以就導致到呢就越來越嚴重，住在醫院幾個月、但是都沒辦法跟他止到那些肺水、不停地出肺水，但由於呢他有肺炎，所以醫生認為呢不可以落藥，因為一落藥呢就不行的，他有肺水要不停地去抽肺水，而他的胸腔呢又無端端出血、如果跟他不停地落止血藥，如果止不到的話呢就可能要轉去另外一間醫院那裡做一個開胸腔的手術、就變成、他家人就非常擔心，一路都醫極都醫不到，那些肺水又一路都止不到，他家人就覺得那怎樣呢，不如、可能偶然啦，看了我們一些節目啦、他覺得雖然這個是真的有一個實在的病在這裡、但是他又覺得不如我們都試一下問一下祖師爺有沒有運轉乾坤啦、於是乎呢就走了來、找我們問事的、當日呢祖師爺呢就、跟他查到呢就是說他老公呢就本身呢是今年的流年呢就有一粒叫做雙門星入命，還有一個叫做五鬼，就是不適宜探病問喪的、但是我們祖師爺就查到他先生呢在病發前呢他是去探病問喪的、因為那個是親人、親友來的，他不去不行，所以就在醫院又探過他，又跟著走了啦，去送殯、又去送殯，跟著就出事了、這個呢就是表面聽上來呢就是一個真的流年劫來的，而他本身呢原來祖師爺說本身在查他的命格八字裡面呢他也都是本身是很多病的，他那些譬如心肝脾肺腎都會是很容易出事的、包括現在他有的問題呢其實在他的命格裡面呢本身都是會有出事的，但是出事而已，榮不是代表說會去到這麼嚴重、這解而已嘛、是吧，那就是了，因為就算出事呢都不會即是幾乎到生命上危險啊！係啦，咁啊令到佢太太就好擔心啦，同個仔，咁個仔都好聽話嘅，喺啲好高即係一啲大公司嗰度做嘢嘅，咁啊仔仔好孝順，咁啊陪埋媽咪嚟嘅。咁當日咧就問咗咁嘅情況咧，祖師爺就話嗱，其實佢咧本身嘅入命裏面咧就有五鬼入命嘅，又有雙門星入命，咁所以佢就唔應該去探喪，但係冇辦法，你哋講係親友，咁佢真係探咗喪之後，佢就出現曬佢所有唔好嘅病咧，佢今年應該要發生嘅病咧就全部出曬嚟，再加上佢本身個命格裏面咧應該有嘅問題咧，就趁佢弱咧就攞佢命啦、就全部顯曬出嚟啦，仲要係越嚟越嚴重。醫不到不得止，還要越來越嚴重的、祖師爺就說不如這樣啦，你真的要盡快，如果你先生稍微有好轉一點，你真的要帶他來做一個收煞、還有呢就要、試一下做一個法事的、他太太就說、
我哋乜都會做嘅，只要救到佢，我哋就做。咁啊，祖師爺就話啦，嗱，佢除咗要收煞之外咧，因為佢個命格有咁多呢啲咁嘅病痛，而喺佢而家喺咁危險嘅時候咧，我哋會覺得最可以幫佢嘅咧，就係將佢個時辰改咗佢。改咗佢個時辰咧，咁佢就變咗唔係一條咁嘅命啦。咁佢先會有機會冇事嘅咁。咁佢太太話：好啊好啊，我哋一定會做噶咁樣。咁我哋就於是乎咧，就約咗佢某一個某一個時間啦，睇下佢先生會唔會出到院先啦咁樣。因為當時係出唔到院噶嘛。係啊，首先解決佢當前危機，可唔可以即係冇乜事出翻嚟先做到㗎？係啦係啦，咁就話咁啦，我哋約定你啦。如果佢一出院，你就通知我哋，我哋就即刻幫佢啦。因為其實咧，佢係有少少危險嘅，因為五鬼咧入嚟咧就係麻煩嘅。喪門啊，好得意嘅呢粒星。如果你屋企有家中有老人家咧。咁咧，佢係多數搞你老人家啦。但係如果屋企咧，可能冇咗老人家啦，已經或者老人家係完全身臟力健冇事嘅。咁而家有時有啲父母好後生噶嘛，冇問題嘅。咁呢粒喪門咧係有機會去翻你嗰度嘅。即係搞你啦，佢搞唔到你父母，搞唔到你嗰啲親人咧，佢就搞你噶啦。咁所以有呢粒喪門都係好麻煩。咁仲加埋有五鬼咧，聽咗上嚟已經知道喺度搞搞震嗰啲啦，係嘛？咁啊變咗咧就都係麻煩啦。咁啊流年不利，咁啊導致到咧嗰個情況咁樣啦。咁我哋就好啦，咁同佢承諾咗。咁佢太太就話：我哋就會睇下，如果醫生可以請到假嘅，因為佢應該就好耐都出唔到院㗎啦。佢試下同醫生講，如果佢老公比較係穩定啲嘅，睇下可唔可以請幾個鐘頭假出嚟嚟我哋度做法事咁樣嘅。咁啊，大家就承諾咗係咁樣嘅。咁嗱，點知咧過咗兩三日之後咧，佢太太突然間夜晚黑咧就打電話俾阿法玲，就話係咁喊，係咁喊，喊到癲曬咁樣，失曬控，話醫院打俾佢，話佢先生咧嗰個胸膛嗰個出血嘅程度咧係好嚴重啊，而且而家出到咧係止唔到血啦，已經要即刻緊急要即刻調去送去瑪麗醫院嗰度，要即刻做一個開胸手術嚟同佢止血。咁同埋咧話佢個肺炎咧個導致到個肺積水咧亦都好嚴重，咁會覺得佢有生命危險啦。咁就叫佢。即刻同個仔咧嗱嗱聲，快啲要嚟醫院啦！分分鐘可能見最後一面咁樣，所以佢太太失曬控，點算啊？點算啊？叫祖師爺救我老公啦！叫師傅救我老公啦！咁樣佢失曬控咁樣，咁啊法玲啊即刻話俾我聽有咁嘅事，咁我就話咁樣，咁我哋即刻禀俾祖師爺聽，話呢個善信嗱曾經嚟求助過，有件咁嘅事，佢係應該係可以救嘅，但係咧。而家已經出現咗呢個情況，我哋點做咧？咁祖師爺咧就話：係啦，你而家應該要做嘅咧就係非同去幫佢止血先，幫佢止咗血，跟住咧就令到佢可以穩定落嚟，同埋個肺炎嗰度咧嗰啲肺積水咧亦都停咗佢，咁咧你先至可以俾佢有機會出院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就盡快咧一停咗，等佢又冇生命危險之下咧，佢個太太呢兩日就要親自嚟同佢做咗個改時辰先，嗱嗱聲改咗個時辰先，佢先會有機會救嘅咁樣。咁我哋就於是即刻聽祖師爺講啦，人命關天，我哋都唔敢拖慢啦，即刻做咗呢樣嘢，即刻飛同佢，我即刻幫佢咧做咗一個飛符止血，同埋即刻做咗呢個肺積水嗰個化咗佢，咁真係好彩啦！咁啊，即晚夜晚黑咧，醫生咧就即刻講話：咦，佢真係止咗血，同埋真係個肺積水咧就即刻亦都停咗嘅，冇再咁並好澎湃咁樣出嚟嘅，止都止唔切啊，抽都抽唔切啊咁樣。咁啊，即刻係話而家暫時佢嘅生命係安定咗、穩定咗嘅。咁啊，睇多佢幾日之後，再睇佢嘅情況，先考慮再轉佢去醫院嗰度做手術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就睇啦，咁佢太太就定咗啦，咁於是佢太太就過咗兩日之後咧，真係走嚟，揾我哋做呢個改時辰，改時辰啦。咁好啦，做咗呢個改時辰之後，咁因為收煞一定要當事人啊嘛，咁我哋當時就冇做到呢個收煞，淨係做咗呢一個改時辰啫。啊，真係啊，石榮，我哋又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唔講到你哋服啊！真係，我哋祖師爺真係大顯威力，
佢太太咧隔咗幾日之後話俾我哋聽咧，佢先生咧醫生直情話佢可以出院。係。好奇怪。咁點知隔幾日之後咧，其實係觀音誕嚟，係我哋觀音誕。佢話佢先生可以出院，佢直情帶咗佢先生嚟我哋度喎。個觀音誕。佢先生咧，佢本來話佢先生咧喺紀律部隊度做咧，唔信呢啲嘢嘅。嗯。不要搞那麼多這些東西、我記得好像做消防員的，是啊，他說我們不信這些東西，是啊，我們不信這些東西，我們救人你都不信這些東西，是啊，你不要搞那麼多東西，是啊，那但是他先生那天來到呢是很有禮貌、很客氣坐在那裡、因為他太太將跟他兒子呢，他兒子和太太都陪他來的、就將這件事由頭到尾講給他先生聽、他先生呢就會覺得祖師爺在鬼門關拿回他回來，是、也都幫他的，咁所以佢係非常尊重，咁佢太太嚟到就話：呢個就是我先生啦，啊呢個就係恩師傅啦，你快啲多謝恩師傅咁樣。咁佢先生真係即係好客氣對我嘅。咁咧就當時我見到佢係有啲攰啲啫，但係咧佢都睇到佢嘅身形咧都係屬於嗰啲大隻型嚟嘅。咁但係佢太太話已經瘦曬嘅啦，已經縮咗水嘅啦。咁但係可能之前仲大隻嘅咁樣啦。咁跟住我哋就見到佢咁樣情況，咁啊嗰日咧觀音誕咧，通常一般觀音誕咧，我都會請觀音娘娘落嚟嘅。咁、觀音娘娘咧就會揾一啲善信，如果係有啲問題嘅善信咧，佢就會埋去特別去指啲迷津啊，或者去加持佢啊咁嘅。咁啊真係埋咗去同佢加持喎。咁好啦，咁啊即係證明咧佢真係有咁嘅緣分啦。咁啊隔咗兩日之後咧，就即刻帶咗佢嚟。又是你出手的時候了，榮榮。那怎樣出手法呢？休息完回來再跟大家說呢。好。究竟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頭債有主呢？我們會不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得罪了神靈或者十方眾生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是不是真的沒得改變呢？因法清師傅会为你哋一一解开。各位观众，如果你有法科上同灵异上问题，想揾恩师傅求助嘅话咧，可以打54480068同法灵师姐联络，或者82067766同我法灵师兄联络嘅。究竟呢个世界系唔系真系冤有头债有主呢？我哋会唔会喺有意无意之间得罪咗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是不是真的没得改变呢？因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好了，回来第二 part 了。刚才我们讲开了那位蓝善信、消防哥哥了、就我们就帮他做祭煞了。是，是是其實咧，師傅講翻祭煞之前先啦嚇。咁、其實祖師有幾多講嘅，點解要一定要幫呢位善信要改嗰個時辰咧？其實改時差唔多等於叫改命噶。其實同你講，係啊，改命咧又可以，有啲人咧要改齊年月日時嘅。咁有啲睇下大改同細改啦，當然嚇。改一個運咯。係啦，咁、有啲人係唔係醫病噶嘛？有啲人我想成個運程要轉變大紅大紫，好出名又唔同，咁又唔同做法啦嚇。咁而家呢個咧最主要係醫病嘅。改他命中注定的命運的病業消除，因為祖師爺說他的時辰是夜晚黑、不夠陽光、他現在跟他改一個陽光的時辰、就希望可以助到他的命格，不要那麼多病了。如果不是的話，他就可能說這筆醫好了又有第二筆，肺炎好翻啦，可能到心臟，心臟好翻之後咧，祖師又話又可能到啲肝臟，肝臟翻之後又可能到腎臟，佢以後嘅命格咧就會一忽好翻就醫一忽，咁祖師又話唔好咁煩啦，你如果不停咁嚟醫病做法事，你啲大家都嘥時間嘥精神，不如改咗佢啦，不如就將你嘅命格去改，改命改一個時辰得啦。係啦，咁啊改完時辰都唔夠嘅喎，咁佢始終咧都係有一些嗰啲喪煞喺度啊，因為他去了探病問喪嘛，咁佢又有喪門星入命宮，有五鬼入命啊嘛，咁嗰啲喪煞咧就一定要清嘅，咁啊交俾你噶啦喎嗰度。嗱，咁冇錯，師傅講得好清楚啦，咁改咗個時辰，改咗命啫，咁你之前嗰啲正所謂哪吒嘢、污糟嘢未除噶嘛，你都要做翻呢個收魂祭煞法事，即係等而家你去咗嗰度染咗啲污糟邋遢嘢啊。
你穿了新衣服沒用的，你都要沖了涼才行。沒錯，你不只是換件新衣服就沒事的嘛，你都要沖了涼清了身才穿件新衣服才有臭效嘛。是啦，那啊，榮榮你都是照照跟他收拾啦，這樣，嗯，那雞蛋呢就真的看到呢是某一間殯儀館的個 地方來的，那個位置，那個位置啊，真的咁啊，真係冇得呃嘅，因為我哋都會個雞蛋咧，都會俾埋個善信埋嚟睇噶嘛。咁啊，睇到個雞蛋，誒，原來真係係嗰間殯儀館嗰度出咗，同阿祖師爺講嘅嘢完全吻合啦。咁啊，好啦，咁我哋一樣同佢做曬祭煞啦，做曬成。咁啊，好開心啊！個仔仔咧，特登咧請假陪媽咪嚟嘅，真係。我都有印象，因為我都有同阿仔仔傾一兩句，啊，我都仲讚嘅仔仔，話斯文好乖啊，好有力啊，咁啊，好乖啊，佢特登請假陪媽咪嚟嘅，因為佢做嗰間公司都係屬於呢啲大公司咧，其實請假都有啲難嘅，但係佢冇辦法啦。如果為咗爸爸咧，一定啊，同埋媽媽咧好彷徨啊。你如果唔傍住媽媽，媽媽唔知會點噶嘛？因為當日醫院咧嚇過媽媽噶嘛，嗰日媽媽真係喊到失曬控啊！即係其實講真嘅，醫院當時醫生講即係有生命危險啊！即係有機會隨時為冇命嘅喎。係啊，冇錯。咁，好啦，祭完煞之後咧，經過一段時間，我哋通常咧呢一啲我哋逢係我哋法科玄學上嘅嘢咧，我哋咧就唔會好似即係所謂嗰句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嘅，我哋可能七日啊或者49日啊，一定會見到功效嘅。咁啊，依個真係好快喎，七日就已經見到功效啦。他完全不用再回入任何醫院，他亦都個胸骨完全沒有再出血，亦同埋個肺亦都沒有再有肺炎啊、肺積水呢啲問題，完全解決曬，恢復翻曬正常。咁佢先生咧就做翻一啲比較舒緩啲嘅運動，咁咧個人已經係精神曬。係啊，咁啊，其實咧有啲朋友都會問嘅，哇！咁你哋法科令到一個人有生命危險，都令佢唔使死，咁咪個個都唔使死咯。咁我哋。你又唔好咁愚昧喎，喺人生路上咧，總有生老病死嘅。咁尤其師傅成日講啦，如果你命宮注定嘅，你命格有嘅，邊個都唔可以逃避嘅。但係法科咧，有機會將佢嘅病苦減輕啦，或者延長一啲嘅時間，俾佢可以做一啲心願意未償嘅嘢啦，係咪啊？咁如果係犯邪嘅咧，咁咪制咗啲邪之後咧，咁就嗰個正常，佢行翻原本嘅命宮啦。對症下藥，並唔係話識咗法科就唔使死，唔好咁教法。係啦，所以有時有啲人都話啦：，哇，你啊～神都幫你唔到，係咪啊？菩薩都幫你唔到。其實有時啲善信嚟問事咧，師公都會講嘅，即係話係真係抱歉啦，我哋都冇辦法自救嘅，你哋預備身後事啦。係啦，你壽終正寢。係啦，因為佢可能已經過唔到明年嘅正月㗎啦，你哋自己有最後打算啦。就算啲善信點嗌都好啊，其實我真係無能為力。係啊，所以佢哋有時咧會即刻嘣一聲跪低，哇！全部人跪低，我有時一醒咗咧，哇！做咩咁多人跪我㗎？個個喺度喊到呼天搶地咁樣嘅喎。其實咧，即係祖師爺係好慈悲嘅，但係佢有得救，佢一定救嘅。但係啲人咧就以為要哀，所以佢哋就話：求下你啦，我跪下你啦，祖師爺，求下你啦，你救下我屋企人啦，即會咁樣。但係其實誤會咗，如果有得救，祖師一定救嘅。係，因為其實祖師爺都話以慈悲為懷噶嘛。係。咁如果仲有一個機會嘅，祖師爺都話：我不如咁啦，我嘗試下同你去逆天。看看夠不夠到他，可不可以延長一些，祖師爺會答應的。但是如果真的很肯定他說真的難逃這個日子，那祖師爺不想即是怎樣，我們不是希望他去探人做法事去賺錢嘛。是啊，那事實得就告訴你有機會，不得那不好意思，我們不敢孭飛的，真的不敢孭飛的，真的你人命關天的嘛，你托塔都說得，是不是？不得的嘛。但是呢就有時我又即係成日我都之前都有講過，有時我都有啲矛盾嘅。有時咧講到話過唔到幾多月啊咁樣咧，我哋真係好想做師爺唔靈咯嗰刻。係咁，即係覺得人心欲做啊！你明唔明啊？我情願咧，你話哎呀，恩師傅原來唔靈噶，我親人咧唔使死啊！佢話佢八月死啊，啊點知佢啊十月都冇死啊咁啊！我情願佢話恩師傅唔靈啊！你明唔明啊？嗰刻我係好矛盾嘅。但是呢我祖師爺真的每一次說呢即是好像炎黃要你三更死呢不能留過五更天一樣真是沒得救就沒得救、啊、很多時候呢善信呢就來問自身的也很 好奇、啊、為什麼祖師爺剛才不說我有多少歲壽的是的 我留意到的如果是他是長壽的那些譬如有
80或者90以上咧，導師就會都會講嘅啊，你大概九啊幾歲命啊。嗯嗯。咁但係有啲唔講嘅，咁佢個視像點解唔講㗎？嗯。如果祖師開金口嘅咧，咁你譬如假設間啊，譬如假設間你得係算到你命宮係得70歲或者70多歲，咁如果講咗嘅話咧，祖師塞金口以開咧，你就冇得變啦。係啦。咁啊，祖師點解唔講咧？唔講就話希望你自己日後咧多啲行，冇錯，行善積德。自己收，仲有得延長嘅。係啦，自己收。係啊，所以改咗佢。唔係講俾你聽一定好嘅。係啦，佢話阿榮，你今年唔娶老婆，出年冇得娶噶咯喎。咁你真係中咗喎。係啊，咁我年年都唔娶都唔緊要。到而家冇娶到老婆喎，終於。係啊，唔緊要，唔緊要嚇。係啦，咁終於我哋都好開心啊！總之好滿足感啦，救到人咧，就永遠我哋全間館都咁開心嘅。冇錯冇錯。所以我成日都讚好啲徒弟嘅，我啲徒弟真係好認真，真係幫人咧，我哋係絕不怠慢嘅。冇錯。咁所以救到人啊，又救到一個人啊！哇，我哋係好開心嘅，所以好感恩一樣嘢咧。我哋啲善信咧，佢哋都好感恩嘅。好多時就算係已經係七八年前嘅事嘅善信咧，到今日佢都有翻嚟我呢度拜神。啊，真係喎！嗰早兩日無端端有個電話打嚟，佢話姓郭嘅，佢話十年前喺南昌街嚟揾過你。不過咧，佢話而家因為有啲原因就冇嚟咗啦。佢話想翻嚟拜下神，裝住香喎。我話佢話想見下師傅，我唔好意思喎，我師傅下個牙期出咗門啦。如果你想見師傅嘅咧，就再要再下一個牙期先嚟上香啦。我係啊係啊，所以有陣時啲善信真係好感恩啦，即係大家咧就好似一個朋友咁樣，即係佢哋好多年咧都會仍然記得阿師公係救過佢嘅，幫過佢嘅咁樣，都仍然有翻嚟我哋度拜神啊、還神啊咁樣嘅。咁我哋又一個分享一個叫做開頭唔開心嘅個案，但係後尾變咗一個開心嘅個案啦。咁啊～即係真係好開心咯，嚇！咁啊，講講下時間又到啦喎，榮榮過曬鐘啦，係啊係啊，咁我哋就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好，拜拜。拜拜。